好啦，啊，这里好哩吼，这里好靓吼。那充电的带电。民众守规矩的排队领取救济物资，水利乡公所一楼大厅放满了各种生活物资，其中有食品、有卫生纸、洗衫巾，以及各种日常生活拢会用到的物品。这些物件拢是由地方善心人士、企业以及社会上的爱心慈善团体所捐赠，希望好弱势家庭会当甲大家共款过一个好年。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啊，能够号召更多人共同来关心这些弱势朋友，在年节期间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那同时呢，我们这些物资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有限的经费呢，可以移作其他年节的开销跟使用。南投县政府结合这些爱心团体和个人，提供大批日常生活物资，选择在水利乡公所发放给水利地区四乡镇的弱势家庭，总共有200个贫户受惠。前来领取救济物资的民众，对政府以及社会爱心和帮助，是表示非常的感谢。当然是有啊，有一些生活比较苦的啦，或者是需要人家帮忙的啦，所以说我们政府很有爱心啊。因为我之前是出过骨折嘛，这就是，就像今天就什么很多福利可以申请啊。管府表示，希望这些物资对这200个弱势家庭会当带来一寡帮助，因节省买生活物资的所费，买当加一寡钱好运用来过年。水利乡长江良涵嘛，勉励这弱势民众，会当记得政府甲社会对因的关怀甲帮助，日后有能力时，买当回馈社会，帮助其他更加需要帮助的人。希望讲，伊会当伊的教育，伊的囡仔吼，伊的孙仔吼，以后嘛有出头天的日子吼，嘛会当讲换伊来共斗相共。我相信讲吼，这咱的社会吼，才会温暖吼，啊，大家才会拍拼嘞吼。除了发放大批日常生活物资和弱势家庭以外，为着让因的健康甲生活上买当受到更加侪照顾，活动现场也特别邀请南投县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义诊队来提供这些民众免费夹头毛的服务。马书法艺术名家伫现场为民众写春联，让因照出街头画面，纾解身心的压力，用上轻松欢乐的心情迎接过年的来到。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